对呀、啊，我给小哥说，几个俺都一人办一件好事。办好事光说好话，办好事，办好事他不好意。哎呀，办好事他这又变成坏事。哎呀，你放说，你放说。那办好事去问姐了，问姐了，我讲我回来，就在那个七里这个脑门这个盆上，是下个河里面。我一看看手机，我一下也停不住，写到底了。把车停了，我讲了手机，就是个手机，手机我拿着，拿着手机给你想，拿着智能手机，我也不会给，我也不得。他不会，我都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都把那个手机我都拿住的，我拿住了，俺也不晓得。不晓得那个跟你那个说，这不是俺谁？我说那个咱村里不是有个群呢？我又怕俺谁掉了这个手机，伢年轻一把，伢种地似的，伢谁掉了？我智能手机，我说在这有个群，我说我那个手机那群，叫赶紧去群里那个喊了，伢瞅见伢知道了群里个啥，后边我都紧巴车，那个我都去群里，我都说谁掉手机的，我花钱也是的，没谁掉了那个人家家拿来的，伢后来呢，伢是那个伢是伢上边，伢不是在下边的，伢来了，伢来了来吧，伢来了，咱给人家了。我给人家了，伢说我掉俩手机，我说回来你去了掉俩手机，伢说我俩手机，伢还说小老爷，我这俩手机这儿了，在一直扣着嘞，一起掉的。是啊。回来你要一说这个鬼，把我急的嘞，我说你掉这俩去了掉俩，你说后来我都那个你又给人家，我也都二三，我说那个我都一提那块掉出去，伢找着一道两方你也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。看不见，哎呦，在水里边，后边嘞，这有的都拉费劲，找不到你找在哪儿呢？你掉这个手机，可得有几张月，那不得远的跟着那个。哦，那都远的，快到那儿那个桌上的那个被窝儿，他敲我出那个门，那那边掉到那儿掉一个半截这个那个啥都给这让水回来，伢不得说掉俩，哎呦，把我急的，我说，你说你那这行为找着了。这要不找着，再我爷爷那个要找不着，说来着，我爷爷找不着，我爷爷在这里，我好的好一番，给伢，伢一个月伢掉俩，我爷爷就说一个，你说哎呀，你说这行为找着了，这不找着，这不是好事，这不是，哎呀，这还这，哎呀，这心里这字说呀，我都把我气的很，我都说不上来了，这字嘞，这我说哎呀，这行为找着了，找着。找不着，人家以为咱哦，人家以为你说俩就给人家一个。那可咋办？当时人家都说叫俩，好像意思看见了，好像我俩就给俩，我就给人家搁俩，我就明明白白叫俩，人家这挺急，挺着急说的。哎呀，我也着急，人家一个，人家俩，我说对呀，就设一个，就设一个，不是设一个。如果是咱设俩是，比如别管说是一个是俩。咱要是不知道给他是，咱可能一个也给不了他，那不对。咱既然是说的，咱肯定是设一个，肯定是设一个给你的。咱要是不给你是，咱设俩，咱给你一个，那就是嘛。要是掉俩，我肯定得听你说的意思。那这俩就是的，俩都哎，别管这吧，反正是人家掉了，你反正是办好事比办坏事强。别管这吧，咱心里没有鬼。你说这不是好事惹坏事嘞？是，反正是再说呀，找着了嘛，这是好；找着了，咱坏了一个清白；要找不着，那说人家真是因为咱设俩给人家一个，再说了，关键是他那么以为是那么认为的，关键是十个都能想明白，再要是十俩，不可能给你一个的，要不都是一个也不给你，不在群里拍了，对不对呀？下面以后，人家十俩个手机，人家。
代教，成年教中是吧？在群里孩子谁没有给他？可是人家在群里孩子家。哦，没有人给他，谁给他呀？人家要想在家里比方个手机，说啥我都是对他们，我都没有家那个啥多。对呀，那是这说呀，那就是办好事，这比办坏事强。咱不是咱的东西，咱不需要那个的。对，我也是。你办那个对了的。我也是照这样说想的，你正面说，咱办好事，反正咱总比办坏事强。对。哎。你要是失了手机，你不给人家，你早晚你这不是你的东西，永远不是你的东西。咱叫我家人家多着急，咱都赶紧去了，是的。对。咱反正再说，有时候这我觉得我是办这好事，这挺办坏事强，是的。他尽管这个以为啊，暂时有点不讨回，他找着这个了。找着这个了，对对对。看你愿意找到人，还知道回来个清白，不是吗？是吧？不管谁的好，你不能管谁了啊！不管谁了，我看把被子都收，把被子都收吧，他咋把手？咱俩你要管谁？不能管谁，管谁了？管大，管谁了？管大啊！我给拿盒吃的，咱拿盒吃的好不好？拿饼干吃吧。老公给你拿面包好不好？也不是。妈妈一会儿下来领你的，妈妈一会儿都在领你的啊。你喝水不喝水？一会儿妈妈领了，然后也是回去行呗。啊，不喝不喝。嗯。你再去找金城买去吧。好。你说找金城买好。金城睡觉觉了，你不睡觉觉吗？睡觉了再和找金城买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你说这个三天。没事的。